嗨，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上课的内容啊是一至三哦。那同学只要看到章节的名称是三跟四，那你就要知道了，在国中的范围当中，只要章节哦是三跟四，就是属于第二本讲义，就是第二次段考的范围哦。那同学不用担心，想说老师就是学校都还在教一二章哎，那你在教三四章了，会不会太快啊？同学，快永远比慢要来得好，而且只要我们进度是比学校快一点点的，那你在这边学一次，在学校你可以再学一次，到时候呢你在段考前会游刃有余，你会非常有时间，而且有完整的观念可以去做段考复习啊。那也不要一慢之后到时候遇到段考然后手忙脚乱，然后您念书呢也是随便乱吞，就囫囵吞枣，这样子反而不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在第一册你可能还不会遇到的状况，但是从第二册开始会有越来越多学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有这样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超前进度。就比如说可能这一次的段考已经考到，这次段考应该是一二章，照正常来讲，假设哈，那可能他这一次就考一二三，那下一次他就考四五六。对，所以第一次段考他可能只快了一个章节，但是到了下一次段考呢，你都还是维持考三个章节，可是其实事实上就会比进度还要再快了三个，就会比正常的进度还要再快到两个以上的章节。好，那为了因应很多学校在第二册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因此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稳定上课的速度，然后我们要固定上课的速度啊，不能说你这一次考三个章节，那我就疯狂的把三个章节全部都塞进去。因为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压缩每一个章节吸收的时间，对，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你们学的不扎实。所以我们从暑假就开始就是把整个进度往前拉，这样子你们可以维持稳定的速度，还可以维持超前进度，然后还可以顺利的在下个学期配合上学校突然飞快的段考进度。那所以呢，请同学要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虽然你刚上学了，你会发现啊，怎么学校又在教经纬线？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听，那第二个呢，上课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上课，我们所学的新的内容，也请你不要因为你觉得那可能不是段考范围，就随便乱看、随便乱听，笔记也不写，然后想要等到时候段考前再来看。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刚刚说的目标。什么目标？就是不论进度快还是慢，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固定的稳定的速度，然后能够配合上学校所有的段考范围，好吗？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邀请同学配合哦，好不好？那因为今天我们要教的是一至三，海岸线与岛屿。好，这个跟现在你在学校学的经纬线不一样，对不对？那一样，就在学校里面那个经纬线，就是开始觉得好像又模糊了，赶快把讲义拿出来看，把之前我们写过的题目再拿出来复习，别忘了哦。好，那今天呢，要请同学帮我翻开第二本新讲义的第一页。好，这个章节我们要介绍两个部分，一个是海岸，一个是岛屿，所以等于就是海洋台湾，就是跟台湾相关的海洋的部分。那兔子好可爱哦。对对对，好，海岸，什么叫做海岸呢？请同学帮我画线，就是陆地跟海洋的交界地带，陆地跟海洋的交界地带。这边有两个名词都是在陆地跟海洋的交界，同学你可以帮我写下来。
介绍一下这两个名词哈。假设呢，你现在看到的这里是陆，这里是海，那么同学，海岸是指什么地方？啊、哦，海岸是指这里，看一下，呵，就这一块。蓝色的部或是色盲，黄色的部分，这个叫海岸，就是刚才讲到的海洋跟陆地的交界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海岸是陆地的一部分，记得咯，海岸是陆地的一部分。那这里呢，记个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白色的，请问它是属于海洋还是陆地啊？哎，同学，它变成陆，它变成海洋了，对不对？这块是不是陆地？所以我们说海岸是陆地的一部分嘛。那你是不是过了这一条分界线？你是不是过了这一条线之后，就是海岸了，就是海水了？那海水最靠近陆地，现在被老师画上白色的这一块，那它又叫做什么呢？它就是陆地边缘的海，我们称它叫远海。所以海岸是陆地的一部分，远海是海洋的一部分。那这两个名词都是出现在海陆交界的地方，请同学帮我把它写下来，写在第一页上面有空白的地方。好，所以要记得，海岸是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但是是陆哦，它是属于陆的一部分。那你可能在台湾比较没有听到远海这样的名称，这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海岸线比较短，因为我们岛屿而已，我们是住在岛上的人嘛，我们海岸线比较短。但是像之后我们学到中国地理，就会跟大家强调远海，远海。那只是怕说你们在选择题的选项当中可能会看到，那看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词很陌生，会有同学在写题目的时候会很容易因为选项有没看过的东西，所以就会慌张。事实上呢，只要你有认真念书，你对于你所学的东西啊，是很观念是很正确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你自己，不要害怕，不要被那个奇怪的选项出现，然后就被它牵着走。OK， 好，所以介绍远海的原因，只是希望你能够稍微分辨一下海岸跟远海的差别。 That's all. OK， 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回来这边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讲义。所以我们说了，海岸其实是陆地的一部分，那我们按照海岸构成物质，我们把它翻成，我们把它分成沙岸跟沿岸还有珊瑚礁。那顾名思义，沙岸就是由沙子所组成的，沿岸就是大的岩石，珊瑚礁岸就是珊瑚礁，很简单吧？然后第一个沙岸，那这个沙子怎么来的啊？就是我们在上一个章节介绍过的，河流有侵蚀、搬运跟堆积作用。那堆积作用很旺盛的情况之下，我堆积出去，海浪拍回来，堆积出去，海浪拍回来。
它慢慢的、慢慢的就会达到一种两个力量的平衡，对不对？好，就是哎，有时候你从一个很热的地方进到冷气很强的地方，你会觉得哦，突然觉得很冷，但是因为你的身体很热，但是慢慢的是不是就会达到热的平衡？对，其实在整个地球上，在所有的物质当中，常常都会有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今天你的沙子不断的堆积，可是海浪不断的拍打，所以慢慢的这两个力量在互相抵消的情况之下，诶，它就会形成一条比较平直的海岸线。你如果堆出来多的部分，就会被海浪推回去，对不对？那海浪如果比较强，它可能把沙岸，就是比如说它拍出了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可是沙子又会堆积出来。所以呢，通常沙岸它的构成物质，因为沙子的关系，再加上海水，两个不断作用力之下，我们会发现它的海岸线是比较单调而且平直的。但是好处就是啊，因为它都是小沙子嘛，它不可能像岩石一样很高，所以海岸平原通常比较广。好，然后水也比较浅，因为它比较矮啊，它比较平嘛，比较平坦嘛，对不对？所以海水就比较浅。好，那我们会看到一些地形，比如说沙滩、沙洲、细湖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海岸线我们可以拿来干嘛呢？能够发展什么呢？第一个盐业，第二个养殖，第三个观光，第四个农业。同学帮我补充一下。观光就是海水浴场。好，那盐业是因为盐啊，它是从海水提炼出来的，日晒，因为海水的含盐量很高，那日晒之后呢，是不是就会有盐巴跑出来？那你如果今天是沙岸，不是比较容易会吸收到海水吗？所以在沙岸边，好，在沙岸边比较容易发展盐业。再来就是养殖，养殖的话就是利用这个细湖。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什么东西叫细湖。好，所以盐业、养殖业、农业记得都写进去。好 ，OK 哦，下一个。沿岸，那什么是沿岸呢？就是山地跟丘陵，是比较高的地形。然后山地跟丘陵逼近海岸所形成的岩石海岸，那大石头。好，特征第一个，高山与深海相间，因为它的山逼近海岸线，所以你在这个沿岸附近开车走路，你可能会看到你的一边是山，那因为它逼近海岸线，所以另外一边可能就是海，山跟海离得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沿岸的平原通常会比较窄，水会比较深，会有比较多的良港，因为想想看嘛，山凸出来嘛，然后就会凹进去，凸出来就会凹进去，凸出来就会凹进去，好。好，适合发展什么呢？第一个渔业，第二个海运，因为有两港，所以可以发展这个。好，最主要是因为湾澳。好，第三种是珊瑚礁，那我们就要先来认识一下珊瑚礁，它会在什么样的地方形成？首先，同学请注意，珊瑚礁。它一定要在很热的地方，所以热带帮我写一。第二个要阳光充足，第三个要浅海。简单的讲，就是要热带而且干净的海域，一定要干净哦，当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干净。
不然珊瑚礁会死翘翘啊，对不对？人遇到脏的东西，我们都会害怕了，更何况是珊瑚礁。好，所以热要热带，第一个一定要热。好啊，第二个呢，浅海，浅海所以阳光会就会比较充足，这样的话它就会生长。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干净。珊瑚会长在这样子的地方，热带干净的水域。那它死了之后呢，它的骨骼，好，还有附近的一些，比如说海生的贝壳，它们会交结形成礁石。也就是说，本来它是珊瑚的软骨啦，它就是珊瑚的骨头，死了之后就会硬掉。那那个硬掉呢，就会形成岩石。所以同学，它原本珊瑚礁岸，它原本是在海里头的，可以吗？所以特征有没有？珊瑚啊，它一定是在海里头，因为海水要清澈温暖。那第二个呢，这边生态资源通常很丰富。为什么这种海岸线生态资源通常很丰富？那因为又热又干净嘛。那珊瑚礁很漂亮啊，所以适合观光业。好，所以这边要请同学帮我备注一下，珊瑚礁的成因是珊瑚死后的骨骼交结所形成。那它原本在海里，为什么会成为海岸线？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一个可能是慢慢堆积，好，慢慢堆积，就是珊瑚礁慢慢堆积。我们刚前面讲的都只是珊瑚礁的形成哦，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我要请你帮我备注上去的是珊瑚礁岸。为什么它会从海里头长出来，露出地表，甚至形成海岸？我们说海岸是陆地的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第一个就是珊瑚礁的堆积。但是珊瑚礁通常没有办法堆积太多，好，它没有办法到很多很多，所以这种海岸不会很高，不会很高。如果今天珊瑚礁形成岛屿，这个岛屿也会比较矮。那再来就是抬升，那抬升就要靠什么？对，就要靠内引力，要靠板块。所以就是说，你只要听到珊瑚礁岸，你就要想到，它原本是珊瑚礁，在海里头为什么会露出来？哦，应该是因为有被抬升，抬升是最主要的关键，所以我帮你画线。好，好，好，如果同学 OK 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的把沙岸跟沿岸直接做一下比较。在讲义的第二页，我们先翻到第二页，然后再回来。好，开始。第一个，沙岸海岸线比较平直，沿岸的话比较曲折。好，那沙岸的话水就会比较浅，沿岸的水会比较深。再来，沙岸的话港湾会比较少，沿岸的话港湾会比较多，而且会比较好。所以通常我们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沿岸：港、阔、水、深。但是我要请同学帮我注意的就是，这个都是60%-70%，就是说70%的沙岸港口都比较不好。但是有没有沙岸是有港口的？有，绝对有。沙岸也是有东西可以把它设计成港口。那
有没有沿岸是没有好的港口的？有，也有，也有。等一下你就会学到了。然后，那就是它刚好就是没有湾澳，也是有。所以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普遍的条件，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沙岸都没有港口，全世界所有的沿岸都有天然良港，不是这样子。好，不是这样，只是说正常的情况之下，沙岸是怎样，然后沿岸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假设你就想啊，假设今天你就是住在一个沙岸区，但是你就是需要一个港口啊，你就是需要发展国际贸易啊，你就是需要进出口啊，你就是需要最简单，你就是需要捕鱼啊。那我能不能我那我要怎么办？我就是住在沙岸，难道我搬家吗？对不对？当然搬家是一条路啦，可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或者是你们家世代就是定居在这里啊，你要想像我们的老祖先，他们知识是很有限的，你要叫他搬家或者你要叫他换工作，他都会觉得这个很难，就很难。所以他是不是要从他既有的生活条件去找可以发展的方法，去找可以生活的方式。所以当他今天如果发现这是一个沙岸，没有好的港口，那他会尽量的从这个沙岸去找有没有可以发展成为港口的地方。 OK，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东西不是100%，是说70%-80%，沙岸都没有好的港口，然后沿岸都有好的港口。那沿岸有没有很平直的？有，我们台湾就有了，好不好？那个待会儿就分，就是待会儿就告诉你，然后让你可以了解。好，那我们继续看了，来，沿海平原的话，沙岸会比较广，然后沿岸会比较窄。发展，沙岸的话适合农业、盐业、观光业，沿岸的话是航渔业。好，那么在台湾呢，沙岸在西岸，我们只有一区是沙岸，其他都是沿岸。OK， 好，我们看一下沙岸跟沿岸的样貌哦。左边这一张是沙岸，哎，同学，你看像沙岸是不是就有凹进去的地方？这不就可以开辟成港口了、哦，对不对？好、哦，那沙岸会有哪一些构成的东西？第一个，沙滩，这个好简单。那沙滩的沙子有时候如果随着河流或海水的冲刷，它可能会被带到外面去，它可能会被卷到外头去，所以它可能会在离海岸不远之处产生堆积。那这个沙子堆积出来的就叫做沙洲，沙洲哦。那沙洲因为它通常是被带到外面去堆积，那它就会跟陆地有一块，中间会有一块水域，因为它在海岸线旁边嘛，然后它被带到外面去，所以它被带到外面去堆积，因为海浪这样拍打哦，那沙子就被带到外头去，那它被带到外头去堆积，那海岸在这里中间是不是会有水域，就会有海水嘛，对不对？那这个海水的空间我们就称它叫细湖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讲，因为细湖很重要。那沿岸的话呢，有没有看到这都是山？这是不是都是山脉？对，山脉它就会一直往海岸线延伸出去。那你看这里是一座山，这里也是一座山，山跟山中间比较低矮的地方，海水入侵之后就会形成湾澳。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个名词。首先第一个，沙洲，陆地上被水或风带入海水中的泥沙，后被波浪海流堆积形成的蹄状地形。同学知道蹄了齁，就河体嘛。好，所以沙洲啊，它通常长这样，这是海水，然后这是沙洲，
沙洲就会这样堆积。哎，这不是一个，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岛，它看起来像一个岛，可是其实它很小，它上面不适合人类居住，它就是沙子堆积啊。我们画平一点好了，感觉这个沙子太猛了，它就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堆积。哦，那我们讲过了，还记得吗？以前的渔夫，他觉得这样的地形，他是个渔夫哎，然后他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他会觉得这长得很像什么？然后他会觉得好像是一只大鱼趴在水里头，还记得吗？他会觉得这很像大鱼的身体，大鱼趴在水里头，大鱼的身体就叫什么？哎，就叫做鲲身，这是它的古名，沙洲的古名。好，再来，同学，你看哦，这是水里头的山，水里头的山，水里头的山，我们就念扇。所以沙洲的古名或者地形的其他名称，我们就称为鲲身或者是扇。请写下来。那你还记得吗？什么在鲲身上？什么东西在鲲身上？热兰遮城，记不记得？那次说一鲲身、二鲲身、三鲲身，好 ，OK。那个第一页下面不是有沙洲的图吗？有沙岸的那个示意图，看到哈？好，那再来我们要介绍一下细湖。细湖是什么？请画线，沙洲与陆地之间的水域。所以同学记得，细湖是水，是海域。那因为它很封闭，因为它比较封闭的关系，所以被称为细湖。功能：防洪、保护海岸、天然养殖场。防洪就是如果有过多的水，就可以拍到细湖当中。再来保护海岸，因为有沙子。好，再来天然的养殖场，因为它很封闭嘛，那里头的水比较稳定，比较浅，所以呢，有一些从事养殖渔业的渔夫就可以在这个范围进行养殖业的发展。那最重要的是，因为细湖它的形状很像一个湾澳，所以它可以直接被开辟成为港口。那台湾的高雄港就是利用细湖开辟而成的，所以请同学在细湖前面再帮我打一个星星记号。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细湖哈。好，首先你现在看到的对照我们讲义上面大写的 A 这个东西就叫做细湖。你先看到这个地形，这个中间的水域的部分，要海水的部分哦，就叫做细湖。那我们知道细湖事实上跟外面的这个海水，它们是同样的，就是海水是这样流进去嘛，然后再这样流出来嘛，所以其实它是海洋的一部分，它是海水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地形把它这样子包围起来了，所以它很像一个湖泊，湖泊就是封闭的水域。好，所以我们就称它叫细湖。那以前的那个老祖先称它叫内湾仔。要写下来哦。好，称它叫内湾仔。然后啊，这旁边都是沙子，同学，细湖一定出现在沙岸。那这个沙子为什么会堆积形成这样子的形状？等一下马上让你知道。但是首先要先告诉同学，就是只要是在细湖的附近，
这边通通都是沙子，也就是说沙子它会被堆积成这样的形状，然后这边都是海水，对不对？那通常这边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岛，然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岛，会有一块这个东西，这个叫离岸沙洲，这里是海岸嘛，离开海岸的沙洲，所以它就称为叫离岸沙洲。所以沙岸跟离岸沙洲所包起来的这个水域，这个地方我们就称它叫做细湖。那同学你想，细湖因为它四周围都有地形把它包围起来，都有陆地把它包围起来，所以里头是不是就水会比较稳？所以为什么细湖可以开辟成港口？因为里头风平浪静，那沙岸本身就没有好的港口，所以今天我难得居然在沙岸里头，居然在沙岸哦，遇到像这样的内湾仔，那我当然要好好的利用啊，我就把我的船开进去之后，我是不是就停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反正里头风平浪静的，我的船也不会被吹走，所以细湖自然而然就非常容易成为沙岸区的港口开发地点。好，那再来，再来哦，请同学帮我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沙岸，对不对？你有看到它是沙岸？那我们刚刚有讲了，沙岸都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同学，沙岸都是堆积作用形成的。那你可能非常难想象，老师凹进去通常不都是青石吗？青石才会凹进去啊。可是堆积是怎么样堆出一个么字形？是怎么样堆出一个这样子形状呢？接下来有一个动画，它告诉你细湖是怎么形成的。好，那同学你一定要张大眼睛，因为你们课本里头的东西是不会动的。OK。那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要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它是在进行堆积作用哦，哦，所以沙岸是堆积作用形成的哦，细湖是堆积作用形成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细湖的形成。细湖的形成，河流从上游带着泥沙流向海洋，到了河口，地势变得平缓，泥沙开始淤积。泥沙受到沿岸海流的影响，顺着海岸开始堆积，形成的这片沙地称为滨外沙洲。滨外沙洲与陆地之间围成的水域就叫做细湖。好，有看到吗？有看到哦。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它刚才的滨外沙洲是被水推出去的，被河流推出去的，所以会推出这个东西或这个东西，可以哈？那这个两边它是这样子被堆出来的，这样堆，这样堆，所以一个是这样堆出去，然后另外两边是这样堆出来，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水域。请同学再回答我一次，细湖是侵蚀还是堆积？堆积作用，千万不要看到一个凹进去的东西就跟我说啊，老师那个是侵蚀，是堆积。 OK， 哦，记起来咯。好，接下来有一个小名词啊，好，你就直接看讲义就好了，好不好？叫做余温，在那个细湖的底下。好，那余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直接在土地的旁边，就是蓄水。简单的讲啦，就是养殖渔场的。那我们是不是会在细湖发展养殖渔业？哦，所以我们就会在细湖，在细湖岸就发展出余温。所以就说你在细湖会看到余温，那余温里头有什么？
哎，对，就是鱼，鱼温里头就是鱼。那我把鱼养在鱼温，我把鱼养在西湖里头，就叫做养殖渔业。养殖跟捕捞是不一样的，养殖是我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我喂它东西，我让它长大。那捕捞是什么？捕捞是它在河流里头游得很开心，然后我们拿个网子或钓竿，然后我们拿个网子把它给捞走。它长大之后，我们把它给捞走。它太小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回去。然后太大，然后大够大只了，好吃了，我们就把它捞走。这个叫捕捞。那养殖是我把它从小养到大，然后嘞，同学那不是养宠物啊，从小养到大，然后把它吃掉，都不一样啊。好，那渔温呢，在台湾的西南部很多。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西南部很多的细湖，这等一下会再帮你整理一次。那其中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台南的七股细湖，台南七股。然后你可以在里头看到这个东西叫做礁筏。好，我后悔了，我画给你看，我带你画线。礁筏，礁筏 ，OK， 好，这是养殖渔场。溪谷在台南，因为溪谷也是一个水域。所以今天我在溪湖里头啊，如果我要去看我架的那个，比如说那个蚵架，养那个蚵啊蚵架，那我就要搭这一种小型的叫礁筏。溪湖里面没有在开船的啦，那个船的速度一开就出去了，所以溪湖里头是用一种叫礁筏。好，然后附近呢还会有一些，溪湖是沙滩嘛，旁边都沙岸嘛，所以在滩地上面可能还可以看到什么白鹭鸶啊、招潮蟹啊，哦，然后呢，七股溪湖冬天还可以看黑面琵鹭，这样可以吗？好，这个是沙岸，所以沙岸我们会看到沙洲、溪湖跟渔温。那前面两个是地形，后面就是溪湖的运用。接着我们来看沿岸。刚才我们有在图中看到这一张，在你们的第一页的右下角。好，所以这都是山啊，对不对？这都是山脉，那山脉会往海里头延伸。哦，山脉往海里头延伸，那山跟山中间比较低洼的地方就叫做谷。这个是山，这是谷，这我们之前地形的时候教过，这是山，这是谷，这是山，对不对？好，啊，你看哦，对，这是山，这是山。山跟山中间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这地方是什么？哎，对，这地方是谷，这是谷。那同学，谷是不是地势比较低？谷地势比较低嘛，所以今天假设这个地形在海边，正常的时候海在这个地方，结果后来海平面上升了，海移上来了。这个海水是不是就会灌到谷地里头？它就会灌进谷地里头来了，对不对？原本如果海水在这个地方，好，原本海水如果在这边，那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整片应该左边的部分应该整片都是山的颜色嘛，都是陆地嘛。就后来就是海平面上升，那海平面一上升之后，海水就会涌进来，那涌进来比较低洼的谷就会有水。跑进来形成湾澳，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谷湾。所以这个 A， 这个 A， 它就叫做谷湾。所以什么叫做谷湾？写个定义给你。就是原本是山谷，
结果它沉到水里头去了。那同学为什么会发生沉水？因为海平面上升，山谷沉到水里头去了，或者你可以讲谷地沉到水里头去。为什么它会沉到水里头去？因为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作用叫沉水，也可以叫做陆沉作用。那谷进水了，就会形成湾澳，这个地形我们就称它叫谷湾。那同学，它是山谷哎，所以它是沙岸还是沿岸？山当然是沿岸啊，所以山谷这个一定是沿岸，所以谷湾一定是沿岸。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两张，原本的海平面是在这边，哎，后来海平面上升了，所以我们看到原本的山谷都入水了。原本这里是干的，有看到吗？这里原本是干的，对不对？原本都是陆地。结果现在呢，被海水入侵了，看起来就像一个湾澳，好，所以我们就称这种地形叫谷湾。所以谷湾呢，它一定是沿岸。好，同学，那个右下角这个笔记，请你务必一定要写下来，就写在第一页有空白的地方。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啊，沙岸都是以堆积作用为主，对不对？那如果今天在海岸边是大岩石，那同学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块的岩石受到海浪的拍打，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产生侵蚀作用，对不对？所以沙岸跟沿岸，它们的主要外引力不大相同，沙岸通常是堆积，沿岸通常是侵蚀。但是不是说沿岸就没有堆积，沙岸就没有侵蚀，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是一个大小比例的问题啊。所以当今天有一块大岩石在海岸边受到海水不断的拍打，就会形成像这样的洞穴地形，我们称之为叫海石洞。那你对这个海石洞有印象吗？你在哪里学过？台湾有好多的海石洞，但有一个好有名哦，因为以前有人住在里头，有印象吗？长滨文化什么洞？八仙洞嘛。那八仙洞就是一个海石洞，它就非常适合长滨文化人住在里头，对吧？好，
那这个洞，如果它继续被侵蚀，继续拍打，继续拍打，拍打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这个洞会被穿了一个孔，有看到它穿过去了，穿过去之后形成的，我们称之为叫海石门。海石门，这样可以哦。好，那有没有可能再继续被侵蚀？当然可以啊。于是就在继续侵蚀，继续侵蚀，继续拍打。哦，海浪就继续拍打，继续拍打的情况之下，哎，它就断掉了。同学，这张图你看得出来吗？原本它上面其实是有一个东西的，对不对？啊，原本它上面是有一个东西的，然后上面的岩石被侵蚀掉，崩塌了，掉落了。那掉落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单独的柱子了，我们就称这个叫海石柱。所以就是海石洞、海石门、海石柱，这个就是随着侵蚀的时间越来越久，就会慢慢的形成这些地形。这个都是沿岸。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认识一下台湾的海岸线咯。好，请同学帮我翻开讲义的第三页，我们直接看第三页，直接看第三页啊。好，首先呢，要认识台湾的海岸线，我们会先将台湾的海岸线分成四段：北部、东部、南部、西部。那北部海岸线它的范围原则上就是从 A 到 C， 从 A 到 C。 所以我现在要先请同学在第三页上面依序帮我把 A B C D E 哦把它填上去。这个台湾啊，头上有三只脚，底下有两只脚。那头上的三只脚，哦，它是给三只脚，是不是？好，它这个头上的三只脚呢，就正中间这一个 ，A 叫做富贵脚，然后 B 叫做鼻头脚 ，C 叫做三雕脚。那底下有两只脚 ，D 跟 E，D 的话呢叫做鹅卵鼻 ，E 的话叫做猫鼻头。等一下会再跟同学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脚。好，好，那第一段海岸线甲就是北海岸。北海岸呢，我们就从淡水河口，同学你图上有了哈，从淡水河口到三雕角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淡水河口。会从淡水河口到三雕角这一段就是北海岸。那如果我们从三雕角再继续往下走，从三雕角到台东的大武，有看到有个大武吗？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哈，这个地方大武，从三雕角到大武，这就是东岸，东海岸。然后从大武经过了鹅銮鼻跟猫鼻头，到达屏东的枋寮，这一段就是南岸。那从枋寮再到淡水河口，就是西岸，对吧？再讲一次哦，淡水河口到三雕角，这是北岸；三雕角到大武，这是东岸；大武到枋寮是南岸。枋寮到淡水河口就是西岸，所以我们要按照北、东、南、西来认识台湾的海岸线。那同学，你们的讲义是不是中间正中间就是一个台湾？然后那等一下我们的笔记啊，北岸，北岸的笔记你就写在台湾的北部这个地方，可以哈。那东岸呢，你就写在这边，对，南岸你就写这里。西岸你就写这边，可以吗？就是按照台湾的四边相对位置来写笔记。好，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台湾的，我们先从北岸开始。好，现在你在黑板上看到的这个圆圈圈，它就是台湾。那我知道有同学心里面应该很想吐槽说，老师最好你这是台湾啦，你长得跟刚刚那个 PowerPoint 上面的跟电子白板上面的都不一样，对，你觉得不一样是不是？好，我帮你把它变得更像，好不好？来，正中间富贵角嘛，对不对？鼻头角嘛，对不对？三雕角嘛。啊，南部嘞，猫鼻头嘛，鹅卵鼻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有再更像一点台湾了？好，那同学，我的疑惑是，为什么北部跟南部都会有这个尖尖的东西 ？Why？这个尖尖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啊？还记得地形吗？台湾由于受到板块的挤压，所以我们的山脉多呈什么方向？呈南北走向。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这是谁啊？中央山脉嘛，中央山脉北起宜兰苏澳，是不是南到恒春鹅銮鼻？哎，同学，你看中央山脉是不是就这样长出去了？再来呢？雪山山脉，雪山山脉就长在这里啊。那雪山山脉是不是就这样子一直往海里头延伸出去？那附近会不会有其他的山脉？它往海里头延伸出去，会啊，会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这是山，这是山，这是山。同学看哦，这里是一座山，这里是一座山，这里是一座山。后来海平面上升了，冰河时期结束，海平面上升，海水就灌进来了。海水灌进山跟山中间的谷地，对不对？山跟山中间有凹地，有谷地，海水灌进来了，所以这里就形成什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形成弯凹？这边是不是就是弯凹？这是不是山？中间的谷地是不是就形成了弯凹？所以同学，第一个，台湾的北海岸。开始喽！你们的那个讲义上面整片是空白的，所以你可以写在上面，好不好？但你要跟着我的位置写，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空间你要自己衡量哦，哈。好，来第一个，台湾的北岸。所以台湾的北海岸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原本山跟山中间的谷地沉到水里头去嘛，所以第一个作用叫做沉水作用。它沉到水里头去了，沉水作用。那沉水作用呢？产生的影响，一，古湾是海岸。好，再来二。我要请同学帮我思考一个小小的问题哦。这个是一段一块岩石，那这个岩石啊，它有分成软的跟硬的。这是硬的，然后这是软的，这是硬的，这是软的。好，这是一块岩石。好，这是海岸线。那如果今天呢，有海水、海浪，又有风，对这一块不断的拍打，
Prada， 好，经过好多年之后，你觉得这个海岸线会变成什么形状？硬的比较好侵蚀，还是软的比较好侵蚀？当然是软的比较好侵蚀嘛，对不对？所以软的就会怎么样？软的就会凹进去，硬的嘞，硬的侵蚀的程度会比较小，它可能就会凸出来，所以这个海岸线可能会变成这样子。有没有发现，凸出来，凹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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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是什么作用？非常简单，侵蚀作用。所以在侵蚀作用之下，硬的留下来，软岩的部分凹进去，那我们就会称这样的地形凸出来的部分叫做甲。那凹进去的地方一样嘛，它凹进去了，所以海水是不是就会到这个范围？海水是不是就会到这里？海水是不是就会到这里？那凹进去的水域，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湾。所以，要给同学一个观念哦，北海岸，我们现在看。它就是凹，北海岸哈，我们现在看它就是凸凹凸凹凸凹。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海岸线？可能有两个原因，就是说它凸出去的部分有可能是山脉往海里头延伸，也有可能是比较硬的岩石旁边都被削掉了，我留下来了。当这两个作用力合起来，北海岸就是超级凸凹凸凹，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有哪一个是绝对的吗？没有，不是说北海岸就只有侵蚀，没有，北海岸也有沉水作用，沉水形成古湾，对不对？好，那古湾它形成之后呢，会不会也会再继续受到侵蚀，然后就会有这样的软硬差别？会，都会有，都会有。好，所以同学，北海岸是古湾，是海岸。但是北海岸呢，同时也是甲湾海岸。那今天不论是古湾还是甲湾，它们都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北海岸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色，就是最北海岸哦，哈，是最曲折的海岸线。那北海岸由于这样子的凹凸凹凸侵蚀作用很旺盛的结果，就会让北海岸啊产生好多奇奇怪怪的石头。因为它就一直被侵蚀嘛，那就会被侵蚀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岩石，所以北岸有很多的奇岩怪石。打个比方，哪里？对，像野柳，有去过吧？好，先请同学写下来，这是北岸。
我会一段一段海岸线慢慢讲，所以同学你要一块一块把它抄下来，只是你要在讲义上面自己稍微区隔一些空，就是区隔成四块空间，要符合相对位置，你不要乱抄，就是有空白的地方就随便乱抄。好，从我们从小从国一就开始养成写笔记的好习惯。然后像你现在学到的，不论是沉水作用还是侵蚀作用，它都不是只有台湾有，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啊，就是你要把这个什么什么作用，什么什么海岸，名字一定要学清楚，就是观念要对，这样你到后面，只要比如说沉水作用，叙述又出现了，哦，侵蚀作用，叙述又出现了，那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这种侵蚀作用，它其实强调的是软硬盐的差别，跟刚才就是你看到的我们常讲的侵蚀，其实不完全100%意义相同。不过啦，反正都是软的地方比较好侵蚀嘛，啊，硬的就比较不好侵蚀。好。所以现在你在小国一，你还不用分得那么麻烦，但是你心里面要知道说，这个侵蚀作用就是指海岸线有的岩石比较硬，有的岩石比较软，它就会形成。然后什么东西的侵蚀？风跟浪，风跟浪，风浪风浪，好，季风，东北季风跟海浪的拍打。好，写完了吗？如果你写完的话，等一下帮我翻回第二页。Hello， 好，来，第二页看一下文字叙述。甲，北部海岸又叫做夹角海岸，也可以叫做甲湾海岸。那么它是全台湾所有的海岸线当中最曲折，有夹角与海湾相间。同学们看到甲湾相间，曲折多弯拗。好，所以第一个沿岸先帮我打勾。第二个，夹角与海湾相间，所以形成好多的弯拗。同学把最曲折再写一次。成因、侵蚀加沉水。
那现在同学可能会有个疑惑，想说老师，古湾是海岸会形成凸出去的地方，然后也有凹进来的湾澳，凸出去就是山嘛，凹进来就是原本的谷嘛，谷沉到水里头去嘛，就形成湾澳。那个凸出去的地方可不可以就叫甲？可以，可以。反正我跟你讲，凸出去就叫甲，凹进来就叫湾。只是为什么会凸出去？有可能是山，有可能是硬岩。为什么会凹进来？有可能是谷地，有可能是软岩。凸出去就叫什么？甲。凹进来就叫什么？湾。OK， 所以凸出去凹进来的这一种凹凸凹凸的，我们就称它叫甲湾海岸。好，我们通常会在这样的地形环境找到天然良港，因为是沿岸，而且是深的海湾，所以海湾可以开辟成为港口，发展渔业跟航运业。那旁边你会看到很多奇岩怪石，有夹角、奇怪形状的石头，哦，像那个野柳嘛，对不对？哦，什么女王头啊、公主头啊、蜡烛台啊，对不对？还有什么仙女鞋，哦，是不是？好，哦，很多啊，哦，有观光资源。好，那跳石海岸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补充给大家。来，那北部呢，临的海，台湾北方这个是东海。东海就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它就是中国的沿海之一，它属于它是中国的沿海之一。好，哦，中国有三个沿海：黄海、东海、南海，这就是东海，在我们的北部，所以北边临的就是东海。好了吗？我们来看看成因。这个是北岸，所以你看到北岸是不是就会有凸出去的？凸出去就叫甲，凹进来就叫做湾。所以你看凸出去，像野柳这边是凸出去，所以就叫野柳甲，哦。那凹进来，万里那边就是翡翠湾。那你看这里是不是又有突出去，是不是又有凹进来？所以你看八斗子，就是基隆港嘛，它是不是就利用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开辟成为港湾，对不对？那这边有时候你看像这里，假设是出海口，会有一点沙子的堆积，所以就可以开辟成海水浴场。好，北岸就是长这样。好，第一个古湾市，同学只要看到这两张图，记得就是原本的海岸线在这个位置，后来海岸线长高了，所以由谷沉到水里头去，称之为古湾。好，它一定是这样变化的啦，就从左到右。再来看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刚刚这一张，这张是侧面看过去，对不对？我们现在俯瞰，好，俯瞰来。原本是它，这样更明显了吧？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谷？你有没有看到谷？哎，同学，这谷原本是可以住人的，你看到了吗？这个谷地原本是，你看到吗？这个地方啊，这原本是陆地耶，我可以住在山谷里头啊，好漂亮哦，两边都是山呢。结果嘞，海平面上升了，你有没有看到海水涌进去了？你有没有看到？这时候你还能住吗？不行啊，你家假设住在谷地里，这时候它就会变成湾澳，你就住在水里头了。所以它的成因是陆地下沉，海平面相对上升。那这种海岸线你看哦，它是不是这样？它很曲折，多港湾，多岛屿。同学你有看到吗？这边这一座山，这边本来是一座山，后来是不是底下都被淹没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只剩下一个岛？所以它会有很多岛屿是这样子的。这种岛啊，它其实原本是一块陆地，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这个岛，它原本是一块完整的陆地，但是它后来变成小小的，只有一小块露出来。那其实底下的陆地有消失吗？没有，它只是覆盖在水里头，对不对？它底下其实还是有陆地的，这种岛呢，我们就会称它叫大陆岛。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学到，
就叫大陆岛。大家好，这种是非常非常好的海岸线港湾啊，很好的港湾，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背后没什么平坦的地，不大适合人类居住，不大适合农业的发展。好，再来，差异侵蚀，这个所谓的差异就是软硬盐的差异。好，软盐跟硬盐性质上面是有差异的，所以你看这个北岸就长这样，哇，凹凸凸的，对不对？好，这就是北海岸。好，就这样。那你看那个硬盐是不是就留下来，硬盐是不是就留下来了？对，那凸出来的部分就叫做甲，凹进去的地方就叫弯，因为软盐就被侵蚀进去了。好，它实景，你看这谷地是不是入水了？这是不是谷地？是不是入水？谷地是不是入水了？就沉水，再加上侵蚀。好，那这个呢是补充给大家的，叫做跳石海岸。有时候就是我们在北海岸走，你会发现北海岸地形很多变，一下是凸出去的甲，一下又是凹进来的弯，然后过了不久，你又会发现出现一个小小的沙岸，可以开辟成海水浴场，然后再继续走，等到你走到金山跟石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段海岸线，通通都是这么大颗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哪里来的？为什么跟隔壁的海岸线长得都不一样呢？同学，这一段海岸线它刚好位在大屯火山，就是阳明山，它刚好位在大屯火山的背山侧。如果大屯火山面向台北盆地的话，那它的背后，好，大屯火山的另外一侧，它就会紧邻北海岸，那就是以前大屯火山喷发之后，山上是不是因为火山爆发，所以是不是就会好多的石头，他们就会翻滚下山，那不断的翻滚碰撞，你就发现这些石头在一直翻滚碰撞的过程，会把它的棱角都磨平了，所以你会看到这石头都圆圆的，圆圆的，所以它就是大屯火山喷发之后，大大小小的角砾石，再加上山崩冲下来的石块，就会散布在这个海崖边。那这一些砾石受到海浪的侵蚀，东北季风的吹袭，所以形成了圆滚滚的巨砾。那为什么要叫跳石？因为山崩棒的时候，那个石头是这样飞出去的，好像在跳，然后它炸出来，对不对？撞到别的，它又会再跳出去，它就会咚咚咚咚咚，所以就被称为跳石海岸。那也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啦，就以前啊，如果你要从台北盆地到宜兰去，你要走路，那为什么要去宜兰呢？因为台北盆地人太多，没有办法开发，所以以前就会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会背着那个扁担，然后走北海岸，然后要去宜兰经商，或者要去宜兰开垦土地，然后就他们经过这一段海岸线的时候，发现很难走，就变成你要去跳那个石头，就你脚踩一颗，然后你要跳到下一颗，然后你就要这样咚咚咚咚，因为它的石头都很大颗，所以你就变成在这个石头上面就是跳着走，跳着走，跳着走，这样。所以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石头崩落的时候，然后这石头会这样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 砰，所以叫跳石。那又有人说，因为经过这个地方，对不对？你担这个东西，你就要这样跳，这样跳，然后你才能够跳跳跳跳跳跳过这一段海岸线。好，所以这段海岸线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是由一堆圆滚滚很大颗的石头构成的。这个是在北岸的金山到石门这一段可以看到的景观。如果同学有机会，最近慢慢就是九月了嘛，比较没那么热，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到北海岸走一走。那你因为其实金山跟石门那边现在都有蛮多的观光，像石门还弄了一个给大家拍婚纱的公园啊，对面有在卖那个肉粽，那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停下来看看风景，休息一下。你只要稍微注意，
跳石海岸就在附近，就可以停车下去看一看，哦，然后就很骄傲的跟你爸妈说，你知道这个石头哪里来的吗？你看隔壁都没有，为什么只有这里才有？嗯，就记得告诉你爸妈，那个是阳明山喷发的时候，大屯火山喷发的时候滚下来的石头。OK， 好，这是阳明山靠近北海岸的那一侧。好，这个是跳石海岸北岸。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东岸喽。来，好，那我们一起整理一下东岸的特色。好，东岸，你们看到这条海岸线好平直哦，为什么？简单，板块交界。那当板块在这个地方碰撞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推挤的现象？对不对？会有推挤的现象，于是呢就啪就断裂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板块交界刚好是这样的走向，所以啪就断出东海岸。所以东岸是断层作用。断层作用。好，所以刚才的北岸是最曲折的，那东岸呢就是平直的海岸线。那东岸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因为它很平直，所以缺港湾。因为平直，所以缺港湾。好，那第二个，同学这边是不是有一座山？叫什么山？对，海岸山脉。那海岸山脉因为刚好这个地方就是断层带，所以东海岸就断裂在这个地方嘛。那东海岸断裂在这边，然后高山又逼近，所以我们会用高山与深海相邻。来形容东岸。那第三个，东岸呢，高山深海相邻，非常的壮阔。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的观光地形。我们就以平直的断崖，然后平直的断崖这个东西，在东岸就非常的多，比如离太鲁阁国家公园非常近的清水断崖，比如继续往南走，好，会有八仙洞，那八仙洞本身是一个海石洞，在这边除了看海石洞地形之外，还可以看什么？可以看长滨文化。可吗？然后东岸呢，它靠的是太平洋，
水域面积是最大的，好，最大的，所以这个地方还可以赏金。好，这是东岸，请写下来。好了吗？好的话，一样讲义第二页，把眼睛移过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表格，开始喽。一，东部海岸、断层海岸、分布沿岸，同时它还是一个沿岸。主要景观，高山与深海相邻，所以在东部会有一种考题嘛，他就会说，如果今天我要从花莲到台东，我开车，哪一边是山，哪一边是海？我要从花莲到台东的话，右边是山，左边是海嘛。所以相反，如果今天我要从台东到花莲，那就变成台东到花莲，那是不是就变成另外一边是山了？左边是山，右边是海了。哦，所以它可以跟行政区结合在一起考。再来成因，断层。那同学，因为断层，所以海岸线平直，港口稀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不是所有的沿岸，不是所有的沿岸都有港湾。如果你像台湾的东部，就没有好的港湾了。OK 哦 ，OK 哦，好。所以，我们刚才前面念的概论，你要稍微有一点保留，因为我们会尽量的在沙岸里头找港湾。那也不是说今天你住到沿岸你就 so lucky， 也是一样可能会没有。所以，像东岸要怎么处理海那个港口的问题，他们会开辟在花莲。比如说在花莲港，花莲港就是利用河流的出海口，河口不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凹地形吗？对不对？啊，它就会利用河口的地方去开发，因为那边也是一个水域。这样，好，继续。东岸多悬崖断层，除了宜兰平原之外，因为宜兰平原我们讲过它是什么地形啊？
啊，它是冲击扇。依然是冲击扇。好，海岸线平直，船只不易停靠，港口稀少。哦，那个特殊景观脚印上没有啦，你就不用写，因为你笔记已经写了清水断崖。那我还补充其他给你，对不对？好，临海东部临的是太平洋。那这个太平洋呢，一样，请同学写进去之后，再帮我补充一次，再写一次。因为他很喜欢考，可以赏金。观光。这个就是东岸了，那东岸通常我们的公路都在这里走，都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好，陡崖逼海啊，所以风景是真的很漂亮，但是有一些路段车子开起来真的是惊心动魄。那你看这边真的是山，对吗？你看那个沿海平原超级小啊，山高山就与深海刚好相邻，这就东部 ，OK， 断崖。所以就是同学要记得那个东岸宜兰平原这边是沙岸，但是因为宜兰哦，它比较尴尬的是它被算在东部啦，所以你可能看到宜兰的时候，就是你会想到东部，可是你又会突然觉得，老师它不是一个平原地形，那高山与深海相邻是怎么一回事？这边也是要提醒同学，我们所讲的每一段海岸线，其实它都不是绝对。就像你在北岸，北岸都是沿岸为主，你会不会在北岸找到沙滩？会啊，北岸也是有沙滩啊，因为北岸还是会有河流啊，那河流出海口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沙滩，北岸不是有很多海水浴场，什么白沙湾的，对不对？好，那东岸也是一样，东岸几乎都是平直的，高山与深海相邻，可是你在东岸会不会找到小小的海湾？会不会找到沙岸？会，也是会有。好，那宜兰它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它刚好其实算是在海岸线的分界上面，但是它又属于东岸，然后这一大块呢刚好就是平原区，所以在讲义或者是课本上我们才会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东岸都是断层海岸，除了宜兰平原之外，好，那边是沙岸，那边是冲击平原，就是冲击扇。那我们有讲过冲击平原跟冲击扇的差别，对不对？其实宜兰应该要算是冲击扇，不能算是冲击平原啦。好，然后海岸线平直，沙岸或沿岸海岸线都是平直的嘛，所以整个东岸整体来讲是比较缺乏港湾的。那可能也会有同学会觉得说，那我到宜兰去，我会发现宜兰也会有很多的港口，对不对？好，所以要再度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地理上所归纳的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就拿还有一个学生很常常会问的问题，就拿八仙洞来讲好了。八仙洞它本身是一个海蚀洞，可是海蚀洞怎么形成的？就是这块岩石受到海浪的拍打跟侵蚀，就会凹进去嘛。那侵蚀应该哪里最多？对，应该是北岸，对不对？那难道北岸就没有海蚀洞吗？不是，同学，因为你只有学八仙洞，所以你常常就会误会，全台湾就一个八仙洞，就一个海蚀洞。事实上，东岸会不会出现海蚀洞？会嘛，因为它是岩石，岩石遇到风浪侵蚀就会形成海蚀洞。但是北部难道没有海蚀洞吗？怎么可能？北部的侵蚀作用这么的旺盛，北部的海蚀洞才多嘞。那为什么在北部我们没有特别提？是因为北部的海蚀洞多，
然后他又没有发现史前文化遗迹，所以课本没有特别跟你强调。事实上，北岸的海蚀洞比东岸还多，因为北岸本来青石就比较发达，那东岸呢，不是说平直的海岸线形成之后，它就一路平直下去。今天我遇到海水冲刷，我遇到风浪拍打，我还是会形成一个海蚀洞的。所以请同学在念地理，就是比如说你在念这一段，或是在念前面的哦，很多的相关内容都一样，就是不要听到平直就一定觉得它是100%完全平直，不要觉得它是沿岸就觉得它100%完全都是沿岸。其实海岸线很多地方都是混合型的，只是我们讲的都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北岸是以岩石的沿岸比例最高，侵蚀作用比较旺盛。可东岸会不会有侵蚀？会，东岸也会有侵蚀，东岸也是沿岸，可是东岸的沿岸就变成是平直的海岸线，跟北部的曲折就不一样了。我们讲的都是主要的，不可能是100%，因为作用力都是交互形成的，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好，所以同学在写题目的时候啊，一定要想清楚哦，不要就是看到一个然后就死守着这个答案，你要去看题目的叙述，然后再判断它可能是属于哪一区。OK， 好，那再来等一下是两段了，一段是南部海岸，然后另外一段是西部海岸线。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看南部跟西部，可以吗？好，那先到这里，下课休息。而且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南部海岸线，笔记继续喽。南部海岸线很简单，先说它是一个沿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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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沿岸，只是呢，北部跟东部的沿岸都是一般的山地，而南部的沿是珊瑚礁。珊瑚礁岸，珊瑚礁堆积，珊瑚礁从海里头堆积抬升上来，好，所以它是曲折的。然后珊瑚礁岸的出现也可以代表着南部是属于热带，干净的水域。所以北部跟南部都是曲折的，西部跟东部是平直的，行吗？好，南部就这样，很简单吧？好，同学，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页的表格。第一个开始咯，丙，南部海岸属于珊瑚礁海岸。好，沿岸先打勾，主要景观珊瑚礁，它的构成物质就是珊瑚礁嘛。我们说海岸分成沙岸、沿岸、珊瑚礁岸，
那珊瑚礁当然本身是属于沿岸的一种，只是我们更强调它构成的物质是珊瑚礁。发展情况：一、崎岖，造型奇特；二、打星星记号。珊瑚礁由于多在海里头，就算抬升，你也不可能把它们完全抬升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只看到海水，会忘记这一片海域在海水里头可能藏着很多还没有露出的珊瑚礁。那珊瑚礁呢，因为它又很崎岖，有很尖锐的一些地方，所以往往在船只经过的时候会没有发现原来这是一片珊瑚礁海域，会忽略了所谓的暗礁。所以珊瑚礁暗，这个很重要哦。海底的礁石密布，所以船只航行容易发生危险，这是缺点。不过真的不得不说，珊瑚礁是南部非常重要的观光资源，所以像垦丁的海域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浮潜看珊瑚礁，号称台湾马尔蒂夫，逆海。好，至于南部则是淋巴士海峡。好，接下来我们要针对珊瑚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我们在图上，在台湾讲到海岸线的时候，我们会利用这两张图来表达台湾的珊瑚礁，尤其是右边这一张。那同学，我们会看到这一张的珊瑚礁是不是紧贴着海岸线？这种珊瑚礁啊，你们看到这个珊瑚礁是灰色的部分。同学，这一种珊瑚礁它紧连着陆地，就很像女生穿的裙子，所以这种珊瑚礁我们把它称之为群礁。群礁，请你可以把它补充在这边，好，或者是这边都可以。写上群礁。台湾南部是群礁。那珊瑚礁除了群礁之外还有什么呢？然后群礁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老的还是年轻的呢？补充给大家，珊瑚礁一共分成三种。第一种群礁，珊瑚礁是环绕着岛屿周围生长的。珊瑚礁就是图上灰色的部分，你们看它在这里。好，后来第二阶段，由于海平面上升了，岛屿下沉了，这个时候珊瑚礁还是在水里头嘛，对不对？可是岛屿开始下沉了，我们会在岛屿跟珊瑚礁的中间发现水域，水域，你看到吗？这个岛是不是变小了？是不是沉下去了？海水上升了嘛，海平面上升了，你会发现珊瑚礁跟中间的岛屿这边都会有水，那它就很像城堡。那你们看过那个城堡跟城墙中间会有护城河？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珊瑚礁很像城墙，保护着中间的城堡，所以这种我们称它叫堡礁。最有名的是澳洲的大堡礁，所以群礁，再来是堡礁。好，然后陆地继续下沉，我们会看到这一张图，陆地几乎完全沉没到水里头，只留下环绕一圈的珊瑚礁。这种珊瑚礁我们则称为叫环礁，环礁。
那我们刚才的群礁是台湾的南部海岸线。那你有在哪里学过环礁？群礁、宝礁、环礁嘛？你有在哪里学过环礁？就是它。诶，这个啦，有看到？有看到？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好，好，所以我们回头。所以环礁就是台湾的东沙环礁国家公园，群礁南岸或垦丁。那台湾有这两种，台湾没有宝礁，宝礁在澳洲最有名的，不是只有澳洲有，我是说最有名的在澳洲。所以依序行程，哎，它行程是有顺序的哦。好，一群礁，二宝礁，三环礁。同学，你可以当尝试把它写下来，好不好？第二页下面有空白的地方嘛，好，或者是你的第三页下面有空白的地方都可以写。你不用画图啦，你就只要写群礁、宝礁、环礁，然后各举一个例子，这样就好了。这个补充啊，它不是国一特别会讲的，甚至不是所有的学校老师在国中阶段都会讲，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它有时候会出现在选项当中，它可能考垦丁，然后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群礁，对，那有学生会知道垦丁是群礁，因为学校老师在教南岸的时候，他可能会提到，但是选项里面就会出现宝礁或是环礁。然后你念到东沙又是环礁，就会开始混乱了，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这边提一点那边提一点，不如正式介绍给大家。那以后你不论是看到群礁、环礁，不论它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名称、题目、那选项，你都会很清楚的知道，哦，它们都是珊瑚礁，只是它们的时间点不一样。最年轻的是群礁，最老的是环礁，哦。那为什么群礁跟环礁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中间的陆地的大小，还有珊瑚礁跟陆地的距离，就是它的那个整个排列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好，所以同学要写下来哦。下面的白色文字你可以不用抄啦，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不会再去抄它，好，只是要让你知道有哪一些珊瑚礁。好，所以你看台湾的南岸就会长这样，这个都是，这个也是珊瑚礁岸，这个也是珊瑚礁。所以台湾的南部，不论是海岸线还是水域，因为热带，所以都有丰富的珊瑚礁地形。接着我们要来看西部，一样笔记准备。好，那么西部呢是台湾唯一的沙岸地形，这是沿岸，沿岸，沿岸，对不对？这里是珊瑚礁。好，西部是唯一的沙岸区，所以成因堆积作用，冲击也可以。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西部看到什么地形呢？比如说有很多的沙洲、昆生嘛，对不对？有很多的西湖，好，还有一个东西，好，什么东西呢？叫做潮浦。什么叫潮浦？潮浦就是海浦新生地，因为海岸继续堆积，所以就会堆出，就会堆积出一些新的，新的陆地。那这种海浦新生地通常盐分比较高。所以它虽然很平坦，但是我们不会拿它来发展农业，通常会作为工业用地。台湾有哪个工业区就是在海埔新生地？后面我们会学到在云林麦寮。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边它会不会这么勇敢的考你，但我害怕，所以我们还是写好了。再讲一次哈，海埔新生地它虽然很平坦，但是因为盐分比较高，所以不利农业。所以我们会拿它来发展工业，像著名的云林麦寮那个地方是重工业区，那重工业区需要比较大的占地，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污染，所以就会选择这种海埔新生地，远离人类聚落，远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好，那土地也比较便宜嘛，因为它是海埔新生地。好，那至于西湖呢，西湖在台湾很重要，因为西湖可以开辟成为港口，或者可以发展养殖。沙洲的古名很重要，再补充，我们再复习一次，叫昆生。可以哦，这是一哦，等一下还有个二哦。同学你还有空间，但是你要先写下来，因为等一下我要擦黑板。这个笔记写完之后，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来写台湾的三大西湖。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要写台湾西南岸的特殊土地利用。好，
所以我说，同学，你在写题目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什么沙洲、西湖、潮浦的，就记得要选西岸。那北岸的关键字通常是甲湾、曲折；东岸的关键字通常是平直、断崖、高山与深海相邻。哦，南部就是珊瑚礁，还有暗礁。然后，如果你写完的同学呢，帮我准备一支荧光笔，好，就是要有一个宽度啦。那你如果你没有荧光笔的，你有什么彩什么旋转蜡笔啊、彩色笔啊，哦，或者是比较明显有颜色的笔，哦，帮我准备一下，好不好？我要带你把台湾的三个细湖标出来。台湾是一个大肚婆，就是我们的西南岸肚子特别大，因为这边的冲击作用比较旺盛，因为我们的山脉大部分都在东边或东北边，那相较于东边或东北边山地多，西南边就比较平坦。那西南边呢，刚好这一块空地就可以让河流在这边冲刷，慢慢的堆积，然后最后入海。所以台湾的西南岸平原面积广大，我们学过的嘉南平原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平原，就在西南岸。那西南岸也因为这边的堆积作用比较旺盛，所以它的海岸地形、沙岸地形比较发达，因此台湾的三大细湖都在西南岸。所以等一下，同学，你准备荧光笔哦，帮我标一下，不用很准，相对位置就好。A、B。然后我把这三个标上去，台湾的三大细湖的位置。画好之后，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大细湖。好 ，A， 这个细湖观光为主。台南、七股、说到七股，你会想到什么？七股最有名的就是盐田、盐山，是不是这个地方的晒盐业很有名？那同学，其实台南还有一个古细湖，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现在七股还看得到，但是另外一个古细湖已经看不到了，因为细湖是沙岸，细湖是堆积，所以慢慢慢慢堆积的情况之下，细湖就会被填平。那以前有一个很大的细湖，
后来已经被填平，现在已经是陆地了。谁呢？台江，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在介绍荷兰跟西班牙的时候，我们有看到的那个，那个是台江内海。台江内海就是台江西湖，那个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哦，不止台南，不止一个，它就是有好多个。那台江现在已经见不着，它现在已经是内陆了。它就是在热兰遮城，就是安平古堡到赤坎楼中间的那一块。那现在你去那边看，那边都陆地了。那现在如果你到台南要看西湖的话，七股是比较有名的。那这个七股呢，除了盐田之外，冬天，好，冬天还有黑面琵鹭，就是有候鸟。好，好，那再来是 B， 就是湿地生态了哈。好，那 B 的话呢是高雄。高雄旗津，那高雄旗津这里就是高雄港，它是开辟成现代化的港口。这高雄港本身就是利用西湖地形开辟形成的。C， 屏东大鹏湾，这边现在有个大鹏湾桥。大鹏湾就渔港啦，然后盐田啊，不过这个盐田比较少见。大鹏湾有渔港，然后现在被开辟什么赛车场。只是因为那一块新多出来的土地，那屏东就想要在这个地方发展观光。因为啊，大鹏湾其实很美，这个是全台湾最大的西湖。那既然有这个资源，就想要拿来用了，是这样。就三个西湖。七股、盐田、好旗津、高雄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鹏湾，这个是面积最大的。那个七股盐田这边的湿地地形还蛮有名的，黑面琵鹭就在这边，就曾文溪的出海口。刚才前面的第一页有提到余温的那个地方，我就不写给你，我帮你写个 P1， 你自己复习的时候要翻过去看哈。那你看嘛，台南、高雄、屏东是不是都西南岸？写完还有一个三哦。
好酸。台湾西南岸的特殊土地利用，特殊，换句话说，只要这个东西出现，答案都是西南岸了。好，西南岸有哪两大特殊的土地利用呢？第一个，晒盐。晒盐，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它必须要在沙岸才有办法进行，但是同学，晒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什么？对，你要有东西晒它，哦。那台湾的西南岸有什么样的优点呢？就是在第一个纬度低嘛，热，哦啊，第二个呢，刚刚好，冬天的时候，西南岸是背风坡，我们下一个章节会讲到，它是干燥的，冬干。冬干，所以气候是西南岸可以发展晒盐比较重要的一大条件。你说整个台湾的西岸不都是沙岸吗？可是为什么要强调西南岸才有晒盐？因为这边雨量比较多，这里雨量少，那这里雨量多就没有办法晒盐了，要这个地方雨量少的才有办法晒盐，因为我们要靠干去晒它。再来，养殖，那养殖在西南岸发展的条件则是靠细湖内湾仔，所以是因为地形，所以像七股，好，七股的养殖业也很不错。七股就是，是不是刚好就是晒盐加养殖？好，所以西南岸有两大特殊土地利用：一晒盐，二养殖。那晒盐除了沙岸之外，更需要冬干，所以我们强调气候条件。养殖是用细湖，所以我们强调地形条件，这样可以吗？但是同学，细湖一定是在沙岸嘛，所以沙岸我就不再写一次哦。好，那反正只要以后提到晒盐或者是养殖，你就要想到一定是台湾的西半部啦，尤其是西南半部。所以你看哦，像台湾的西半部是平直的沙岸，可是在这个平直的沙岸，我们完全找不到港口吗？没有嘛，细湖还是可以开发啊，对不对？可是你看东部是沿岸哎，可是东部它是沿岸，反而没有港口。好，所以同学在念的时候要记得怎么样？对，要保持活用哦，不要死死的等答案，或看到什么你就是觉得一定要选那个，还是要从你的已知正确的观念配合上题目的叙述去做选择。好，同学如果 OK 的话，我们要来看文字叙述咯。西部来，好，所以丁，西部海岸它是属于沙质海岸，所以哎，这次打勾要打沙岸喽，沙岸终于它终于出场了，很快把沙岸勾起来。好，有哪些地形？沙滩、沙洲、细湖、潮浦，
堆积作用。发展情况开始，第一个，泥沙砾石堆积而成，所以它的海岸平原就海滩比较宽广，入海坡度缓。来画起来，这是沙岸的特色，水浅。水浅 ，OK。再来第二个，海岸线单调平直。这个刚刚我们在介绍基础的海岸线构成物质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哦，缺乏深港，哎，不是缺港，是缺乏深港。因为港口当然是越深越好，它吃水如果越大越好嘛。你船只如果比较大艘，你开到西岸就会搁浅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呢是在北岸，北岸我们刚刚是不是讲港阔水深？所以这样子就比较适合发展航运，所以不是说西岸完全不行，西岸的人早期的人他也是要捕鱼，要捕鱼他还是会找到港口，可是他没有深港，是因为我们虽然可以用细湖去开辟成港口，但是细湖它逃避不了的命运就是还是会有堆积作用，对吧？好，再来第三点，发展养殖渔业，然后那养殖渔业会看到的一些景观。比如说跟你讲什么某某小孩啊，他到了某个地方啊，拍下一张照片，哎，就你发现那张照片里头有一堆鹅啊，鱼温，那配合什么夕阳西下，等一下你后面会看到照片，那那个就是西岸，因为西岸它利用西湖地形才有办法发展养殖。好，第四点，请同学帮我打一个勾，沿岸的西湖是早期大陆渔民，关键字填进去，第一个是冬季。第二个是捕乌鱼，冬季捕获乌鱼。同学这边呢，请你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季节，好，还有鱼种。可是，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先不讲洋流，因为洋流是在下面的章节。但是先给同学一个小小的观念，就是这个鱼，这个乌鱼，它是在冬天的时候跟着一股寒流来到台湾。那它是寒流，冬天的时候才会出现，而这股寒流它会顺着台湾海峡下来，所以你要在冬天才有办法捕获这种鱼，就乌鱼。一般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就是看到人家会送那个乌鱼子的那种乌鱼，可是这个乌鱼它的捕获基地就在台湾西岸的台湾海峡，所以冬季乌鱼台湾海峡。那你要捕鱼嘛，它又冬天才会出现，所以你不可能四季都在那边等它，因此我们的渔夫就会在冬天利用细湖进行临时的捕获、临时的捕鱼的作业，所以冬天乌鱼台湾海峡就这样子。 OK， 这是西部。那同学，你先帮我把那个冬季捕获乌鱼这件事情记起来，因为它要在台湾海峡才能捕，你先把它记起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之后到渔业的时候，我会再提醒你一次，好不好？好，先学啦。那记得哦，西岸的临海就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距离很窄嘛，所以你还记得吗？冰河时期有没有台湾海峡？而且海峡是陆地还是水域？它都叫临海了，临海，所以海峡是水域，它是两个陆地中间非常非常狭窄的水域范围。那这个台湾海峡，它之前在冰河时期是结冰的，所以是不是就有人可以从中国，或是可以从其他地方过了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对不对？所以这个台湾海峡在历史我们也有读过，那后来台湾海峡出现了，就冰河时期结束之后台湾海峡出现，那台湾海峡一出现，这些人是不是就被困在台湾岛上？同学，这是什么人？同学回答，不学无术。好，什么人呢？叫做长滨文化人。 OK， 长滨文化人。好，要记起来哦。所以这个台湾海峡我们曾经在历史的时候有看到，有出现过。好，那现在都有台湾海峡了啦。那我们台湾海峡是台湾离中国陆地就是水域最近的地方嘛。那南部那个叫什么海峡？南部那个叫巴士海峡。好，啊，东部勒？东部勒？
东部叫太平洋，北部嘞，北部叫东海。同学，四个领海记得要记下来，好不好？这是必考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西岸沙岸它的景观。这个图片我们是不是刚刚在介绍构成物质的时候有讲过？好，不要忘记了西湖。那西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考题里头，它通常会画这样的形状。那同学，你看到这样的形状的时候，要自己能够判断这边一定是水域哦。然后这边外围这个部分就是陆地，或者是你只要看到那个海岸线是长这样，然后这样凹进去，它有时候画得很夸张，然后形状很奇怪。但它只要是给你沙岸，然后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个离岸沙洲把它包起来，只要这样的地形出现，就是沙岸，就是而且是沙岸的细湖。然后细湖因为凹进去，所以再提醒大家一次，很多人会觉得细湖是侵蚀作用，但是其实它应该是堆积作用。堆积的原因，我们在刚才也有看过动画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有补充到的台湾三大细湖区，台南的七股就盐田养殖渔业，高雄的旗津、高雄港，然后还有屏东的大鹏湾。好，这个是大鹏湾。大鹏湾同学应该相较之下比较陌生，但是这个地方目前屏东政府很努力的积极开发，最著名的景观就有一个大鹏湾桥。那个大鹏湾桥是船只如果比较高经过的时候，那个桥有看过吗？就像伦敦塔桥一样，它会自己打开，然后船就可以过去，然后船过去之后呢，那个桥又会自己合起来，这种的。好，所以如果你在题目里头看到有那个桥是这样打开合起来的，这个然后他可能会问你出现在台湾的哪里，答案就是大鹏湾。大鹏湾在哪里？在屏东。好，好，西南岸特殊产业晒盐，这就七股的盐山。那晒盐呢，它就是把海水引进来之后，透过日晒慢慢的将盐吸出，然后你就会看到会有阿姨，好，它就会慢慢的把这个吸出的盐分堆积，好，堆成一座小山，然后慢慢累积就会形成这样，然后我们就爬上去，就把它踩脏了。然后你们知道在盐山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我也是出国之后才知道的，就我出国然后才发现原来台湾七股的盐山有这个功能，拍婚纱。会有人在这里拍婚纱，他们不嫌吗？而且香港人，这是我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的，香港人很流行来台湾七股的盐田拍婚纱。然后他们有一个套装行程，就是来台湾拍婚纱，就台湾的婚纱好像还蛮有名的，这样就是在台湾拍婚纱，然后什么吃小笼包，然后去盐田。然后我在香港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我也觉得匪夷所思的，因为这些地方都离很远，但它却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拍婚纱兼旅游行程，这样，因为你就会看到这边可能会有人穿着白纱配合盐田，觉得风景非常的浪漫，但我觉得可能很闲啊，对，就当天回去，就是怎么头发啦、脸啦，有没有？就一个很枯瘦，而且旁边这个都，其实那个盐田已经被踩得有点脏了，所以呼吁大家，如果你真的去七股玩的话，远看就好，不一定要爬上去，好不好？你爬上去只会被我圈起来写，不要爬，不要乱爬，因为它虽然是已经是观光，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珍惜这些资源，因为日晒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的制盐法是比较传统的，现在可以用工业的方式，那个量会比较大，但是我们都知道还是天然的比较好哈。再来是养殖，这是养殖的景观，渔温，这就是我们刚一直提到的渔温。好，那渔温呢，还会看到旁边，比如说科架，他们会排成这种 Z 字形的，对吧？你看配合上夕阳，超美的，然后底下都鹅啊，然后呢，那个养殖渔业的渔夫就会搭着这个叫做礁筏，也是我们提到的，它不是船哦，你不能把它开出去外海哦。它就是在细湖的范围，同学你现在看到的是细湖，是细湖，它是一个内湾仔，那他们就会利用礁筏在细湖里头穿梭，不会开船，好不好？好，所以
什么科架啦、交筏啦，还有什么刚才的，渔翁，这个都是什么的关键字？西湖、西岸、沙岸的关键字。好，同学刚才那个讲义的第二页有没有看到西岸？西岸就是你随便帮我找一个地方，只要任何有出现沙洲的都可以，就是西半部的那个表格有看到沙洲的，好，都可以。补充一下，这个不见得所有的课本或是所有的老师都会提到，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就像这个三大西湖，可能不会有人特别跟你提，但是它是一个尝试。好，就是台湾最大的沙洲，那也因为它一直堆积一直堆积出去，所以它也成为台湾的最西边，最西边，台湾比如说台湾的最北边是富贵角，最东边是三貂角之类的，这样也成为台湾的最西边。好，台湾最大的沙洲，云林外海的外伞顶洲。这个请同学帮我补充上去，这个洲就是指沙洲。就在这，它在这种地方，所以你看嘛，这边就是沙洲，然后三大西湖都是不是都台湾的西南岸？那这个地方的沙岸地形比北部、比西北，因为这边其实大部分都丘陵比较多，虽然都是沙岸哦，但是西南岸的沙岸地形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样 ，OK， 好，如果你写完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喽。我们今天学了什么？然后我们今天学了台湾的四段海岸线，对不对？分别是台湾的北岸、南岸、东岸、西岸。好，这两个是曲折的海岸线，都是岩石所构成。那东岸呢，是平直的海岸线，但也是沿岸，所以有三段沿岸。那至于西岸的话，则是沙子所构成的沙岸堆积地形。好，三个沿岸，一个沙岸，两个曲折，两个平直。那不同的海岸线它都有不同的特殊性，比如说北部因为比较曲折，所以这个地方的港湾特别多。那东岸虽然是沿岸，可它是平直海岸线，所以它就会缺港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高山与深海相邻这样的漂亮景观。南部是珊瑚礁，也是沿岸曲折海岸，但容易出现暗礁，对不对？那西半边的话呢，就是晒盐啊、养殖啊、沙洲、西湖、潮埔这些。所以台湾的四段海岸线，第一个它的构成物质，第二个是曲折还是平直，第三个四大海岸线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都请同学务必回家的时候要把它读清楚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下一次我们就进到二之三来看一下历史吧。好，历史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正式时期。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拜拜。